冇一個特別中意喎，只要細粒嘅我就中意咯，小嘅狗啊，即係細嘅狗啊，細嘅貓啊，細嘅龜啊，細嘅嘢比較可愛咯，同埋其中一樣細嘅就係小朋友，小朋友係真係比較所有嘢都係最簡單、最純真咯，即係世界上太多。會理解到嘢咯，所以見到小朋友嘅時候特別開心。